省市的观众朋友们，全国全球的华人朋友们，大家过年好。此刻我们正通过全国十二省市卫视为您呈现长江之恋长江流域十二省市春节联欢晚会。我是东方卫视的主持人曹可凡，在这合家团聚的美好时刻，我们在长江的入海口上海为您送上来自母亲河的新年问候。我是江苏卫视主持人李想，祝大家像我们江苏的世界非遗云锦一样，天天好运，前程似锦。我是浙江卫视的主持人依依，给各位敬上一杯我们浙江的西湖龙井，祝大家新的一年每一天都清新甘甜，回味无穷。大家好，我是安徽卫视的主持人白宇，在这里我要祝愿电视机前的各位，在新的一年里像我们黄山的迎客松一样，越活越挺拔，越活越精神。大家好，我是江西卫视廖杰，我们江西的景德镇啊，是天下闻名的瓷都，所以在这呢，要祝大家辞旧迎新，景象万千。各位好，我是来自湖北卫视的陈超，给大家拜年了。我们的江汉平原呀，在古时被称作云梦，所以在这里我要祝愿每一位朋友在新的一年天天好梦，美梦成真。大家好，我是湖南卫视节目主持人维嘉，我们湖南呢有800里洞庭美如画，因此呢我在这儿祝福在座的各位能够心情如画，颜值美如画。我是重庆卫视主持人何苗苗，千里为重，广大为庆，重庆欢迎您。其实啊，我们重庆名字本身就具有好口才，在这儿祝大家双喜临门，每一天都有喜庆事儿。
大家好，我是四川卫视主持人杨林。四川是天府之国，在这儿我要代表热情好客的四川朋友们，给我们全国的朋友送上新年的祝福，祝大家在新年里生活安安逸逸，甜甜蜜蜜。大家过年好，我是贵州卫视节目主持人窦爱丽。我们贵州有奇山好水，更有美酒佳酿，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贵州给大家拜年了。大家好，我是云南卫视主持人崔爽，我从春城昆明带来了七彩云南的祝福，祝大家新的一年时时有精彩，天天是春天。大家新年好，我是青海卫视的主持人彩蛋卓玛，在这里我们十二省市的兄弟姐妹们要将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母亲河，送给我们的祖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谋划部署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三年来，各省市共谋绿色发展新路，母亲河重焕生机与活力。此刻就请聆听我们十二省市共同唱响的长江之歌。Thank you.
次听到《长江之歌》，我的耳畔都会想起两个同样堪称经典的声音，那就是此时此刻站在我们身边的陈铎老师、洪云老师。欢迎二位老师。谢谢。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两位老师。陈铎老师今年已经是80高龄了，洪云老师也75岁高龄，看到两位前辈这么精神地站在我们这个春晚的舞台上，我们感到特别的欣慰。我们知道啊，《长江之歌》是诞生于1983年的25集纪录片《话说长江》。那两位老师充满魅力的解说呢，成了中国电视艺术的传奇。我想问一下陈铎老师，是不是也是你电视生涯当中啊最难忘的一次解说？的确是。对于我来说啊，是开启了电视主持之门。像这么长的解说啊，那的确是第一次，从源头一直说到长江的入海口啊。而且你就是上海人啊。对对对，是不是来这个说这个长江啊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哎，那当然了，我也可以说就是喝长江水长大的。您还是80后。就是。陈铎老师的声音是被长江水洗润过的，今天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幸能够请二位老师再度携手为我们解说35年后的新长江。其实呢，很多喜欢陈铎老师跟洪云老师解说风格的观众和听众啊，他们都有这样的愿望，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特地把今天长江的两岸风光啊剪成了个微型的短片啊，想请两位老师呢用他们最经典的话说长江体来话说这35年后的新长江。亲爱的朋友们，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您一定会想起那奔流不息的母亲河吧。亲爱的朋友们，看到这迷人的美景，您一定会对母亲河心生感恩和敬意。是啊，30多年前，我们曾经用真挚的情感赞美那昂首高歌、飘逸豪放的长江。30多年过去了，它依然年轻，依然清秀，依然充满了青春的活力。长江，长江啊，更美了，更美哟。从长江源到入海口，处处青山绿水，四季有景，处处田园牧歌，森林覆盖呀。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处处芦苇铺绿，草长莺飞，处处候鸟栖息，牛羊穿梭，这就是今天的长江。30多年来，每当我们话说长江的时候，难道不是在话说中国吗？是啊，长江就像它哺育的这个民族一样，那么古老，却还是那么年轻，充满梦想，更充满自信。好吧，我们就以母亲和儿女的身份一起约定，共同唱响一曲新时代的长江之歌。那就太好谢谢，谢谢两位老师精彩的解说。而此时此刻站在我们身边的就是享誉世界的歌唱家廖昌永，廖老师。欢迎廖昌永老师。你好，廖昌永老师，新年好。你好。我们都知道廖昌永老师是咱们四川人，对，所以廖老师，那先用家乡话给大家拜个年嘛。好，观众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好，贵州麻友们，新年好。哇，上海话的。因为我出生在四川，工作在上海。那么四川是长江头，上海是长江尾。没错，真的是长江之水一脉相承，就像龙的传人一开头所唱到的，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谢谢廖长荣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古往今来呢，文人骚客们都在长江边留下了无数精美的诗篇，那诗人王勃呢，就在你们江西的滕王阁上写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真是漂亮漂亮。那湖北也毫不逊色，崔颢的那一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被誉为唐人第一律诗，是不得不服啊。感谢您为我们湖北美言。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呀，我特别喜欢范仲淹在湖南岳阳楼写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觉得这就是咱中国知识分子的胸襟。要不怎么叫江南三大名楼呢？对，接下来我们就用一组耳熟能详的经典的诗篇，为大家铺展一幅诗词上的长江画卷。上，观看。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缺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西月。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伫隐栖翳，空谷传翔，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羌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尚长荣老师、韩雪老师、张希林老师的精彩诵读。当尚长荣老师朗诵那首《赤壁怀古》时，我真的有一种置身于大历史的感觉，因为长江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大舞台。没错，你也让我想起了一首诗：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在70年前的那场渡江战役中，长江又一次见证了中国命运的改变。所以接下来大家要欣赏到这个节目，就是来自我们江苏省南京杂技团演绎的杂技剧《渡江侦察记》。
谢谢南京杂技团充满惊险的精彩演出。不过呀，在70年前的渡江战役，可要比刚刚舞台上的杂技表演惊险何止千万倍呀！没错，在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要把最深情的感恩送给那些为新中国成立付出青春乃至生命的前辈与先烈们。没有你们，就没有这70个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中国年。说到中国年呀，虽然咱们大江南北的过年习俗都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回家就是团圆，陪伴在最爱的人身边。是的，那今天晚上喝着长江水长大的著名演员蒋勤勤和他的爱人著名演员陈建斌一起也来到了我们长江之恋春晚的现场。接下来他们将要给我们送上一首温暖的歌曲。中弹奏，今夜怎能就此罢休？我的感受与你相同，不愿配乐而伴花落。对你的心有星辰。爱情只为今夜不走。最少不了的就是团圆饭，对吗？既然我们今天是长江流域12省市的春晚，当然也要来一顿长江团圆饭，大家说对不对？对。那这样吧，我们从长江头开始，我们问一下卓玛带来什么好菜。我带来的呀，是我们青海的手抓羊肉。那这一道啊，纯天然的绿色美食，也是我们青海人年夜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了。那在这里要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青海做客，品尝美食。好，品尝完羊肉，您一定要来尝一尝我从云南带来的特色美食过桥米线。看着一桌子的配菜，非常的热闹。相传过桥米线是源于一个废寝忘食、勤学苦读的励志故事，所以在这里呢，我要借着这碗热腾腾的鸡汤和香喷喷的米线，祝天下学子学有所成，金榜题名。好，太棒了！来看看我们贵州带来了什么菜，苗家人的酸汤鱼，这也是我们贵州黔系菜的代表之一。我用这道菜祝大家生活年年有余。好。
尝过了这酸酸甜甜的鱼，到了我们四川送菜，肯定要给大家送点辣，要不要的？要的。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川菜当中的经典夫妻肺片。哎，通过这道夫妻肺片，祝我们天下的小夫妻小两口恩恩爱爱。都说过年了就要图个喜庆，那就送上我们重庆的火锅吧，祝愿大家新年红红火火。好，说到这个红红火火呢，我为大家介绍的是最有名的湖南菜，叫做剁椒鱼头。因为它这个剁椒鱼头还有一个经典的名字啊，叫做鸿运当头。所以在这儿呢，维嘉祝福在场的朋友都能够鸿运当头，新年开门红。好，谢谢。好，你瞧瞧咱长江儿女的生活呀，就是这么红红火火。不过这辣椒吃多了您可得当心，小心上火。这个时候啊，咱最需要的就是一道靓汤来给咱去去火。咱这汤啊，不仅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最关键的是能让您品到家的味道。是的，陈超说的呢是超正确。谢谢。而且喝汤健康。是，常言说得好啊，江西的汤料，长江的水，瓦罐煨汤美不美？美。我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一道经典的徽菜，叫做火腿炖冬笋。这道菜也上讲究啊，这就吃上了是吗？这讲究在哪儿呢？一，它选用的是我们徽州的地道食材；二，它品的是我们徽州的地道乡愁。所以说呀，无论离家多远啊，这份回味无尽的乡愁，永远是我们对长江的眷恋。说得太好了，各位送上的佳肴啊，都是鲜味儿十足。接下来我就给您换换口味，送上一道软糯香甜的桂花糖年糕。哎，好。在杭州啊，没有桂花糖年糕的春节是不完整的。在这里也为各位送上新春的祝福，祝大家年年有余，节节高。好，好，谢谢依依，说得真好。那接下来提到我们江苏的淮扬菜，这道蟹粉狮子头肯定少不了，特别是在这新春佳节，圆润的狮子头也是我们送给大家的祝愿，祝大家阖家团圆，花好月圆，圆圆满满。说得太好了。这儿呢，我们给大家呈现的是标准的本帮菜啊，清炒虾仁。这个虾仁呢，在上海的这个方言当中啊，叫做呼应，它跟这个欢迎的这个音呢、啊、几乎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把这道菜呢送给全世界全国的朋友们，希望你们能够到长江流域来做客。好的。那咱上桌吧。走了。哇，好棒哦。哎呦，团团圆圆一桌子，圆圆圆圆满满。来，咱靠近靠近。好，开饭喽。陈超啊，刚刚大家在介绍自己家乡菜的时候都特别骄傲，特别自豪。是啊，确实长江滋润了好山好水好味道，我想这也是我们眷恋长江眷恋家乡的理由。来自上海、安徽、江西和重庆的歌手将为我们倾情演绎由咱湖北原创的歌曲《家在山水间》。长江来相伴，
在山水间，长江来相伴。一呀，我觉得我们生活在长江边上啊，这既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爱护母亲河，守护母亲河。更加重要的是，无论从重庆到武汉，还是从我们合肥到你们杭州，这一路啊，像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正在我们长江流域加快的发展。这条转型升级之路，才是真正的绿色发展之路。既然你提到了我们的浙江杭州，接下来我就带领各位一起去西子湖畔游一游。好，让我们共同欣赏山水实景演出，最忆是杭州。真是太美了，刚刚看完最忆是杭州，此时此刻我只想用两个词儿来表达我的心情。哎呦，哪两个词儿啊？那就是诗情画意，游兴大发。如果让你给大家推荐的话，你会推荐什么地方呢？那当然是我们青海的三江源了，那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是全球高海拔、生物最多样的自然保护区。那我赶紧把你刚才说的转告给即将登台的两位相声新人听，因为他们俩呀，正在为过年去哪儿春游争得不可开交。拜年了，拜年了！相声演员金飞、陈曦，给您拜年了！哎呀，高兴啊，参加咱们长江春晚是吗？新的一年就要到了，哎，祝愿大家呀，能够在猪年，您是诸事顺利，哎，猪年大吉，嗯，指鹿为猪，猪道成功。怎么说到猪道的时候，指了一下我呢？你就是属猪的呀，您拿我当吉祥物不行啊。再要说刚才您说那些吉祥话，什么指鹿为猪，对呀、啊、就这词儿我一句没听说过。有原因呢，啊，猪年就得说点带猪字的吉祥话。哦，要我能说上来你都说不上来，你信吗？我准能说得上来。你说一四个字我听听。小猪佩奇。不是，这是吉祥话吗？这个小猪佩奇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了，你说说，不小猪佩奇吗？啊，不就是一粉色的鼓风机？哎，是吧？啊，弄俩那个螺丝，叭叭一箱。人家动画片，动画片也知道啊？啊，大伙都看过。是是，这儿往这一站，我是小猪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爸爸，我还挺配合他我。大伙都看过呀。你看过，你别说动画片了。为什么说这个呢？嗯，就希望大家在猪年能够诸事顺利。好，猪年大吉。好好。哎，过年了，问问您，嗯，您今年过年准备在哪儿过呀？在哪儿过？在家过呀。现在大伙生活条件都好了，流行旅行过年呢。旅行过年这主意不错，但是我不知道去哪儿啊。问我，我知道，我知道。干嘛你这么兴奋？哎呀，我对咱们祖国太了解，上哪儿玩我都知道。您都知道？都知道。您跟我说说。你看啊，咱俩是唐山人。对，北京啊，唐山都算北方。北方，北方城市。哎，冬天旅游过年啊，上哪儿知道吗？哪儿啊？南方啊。对。哎，长江就在南方。对呀。啊，咱们长江起源于咱们青海的青藏高原。对。到咱们上海的崇明岛汇入东海。对对 对。沿着长江这一带的城市，不但是经济带啊，而且每个城市都特别好玩。是啊。啊，你要听我的啊。哎，过年领一家子，你们先跳长江，过了吧。跳完长江。你等会儿。我们一家子旅游跳长江，这就不明白。长江里游泳啊？嗯，游泳啊，到长江里头。那么宽的江，我游得起来吗？毛主席有一句名句呀，啊，才饮长沙水，又食五常鱼。确实是名句，是不是？对对对。那我问你啊，啊，五常鱼在哪儿知道吗？五常鱼在哪儿？武昌啊。废话，你拿我当傻子呢？武昌在哪儿知道吗？武昌在哪儿？你看这就不知道。嗯，武汉呢？对，在武汉。过年你们一家子先去武汉。我们一家人先到武汉。我跟大伙说啊，武汉一定得去，一定得去。武汉有个特点，为什么？出美女呀。哦，美女多。武汉的姑娘长得漂亮，知道是吗？特漂亮。你瞧这猥琐的样子。哦，你瞧这猥琐。这不都你说的吗？不但姑娘长得好看啊，你想想过年你们一家子到了武汉，是吧？你们看看热干面，你们蹬蹬辣鸭脖，是吧？尝尝赛龙舟，啃啃黄鹤楼。啃啃黄鹤楼，我们一家都是钢牙，是吧？啃得动吗那楼啊？不定应该是呢。蹬蹬黄鹤楼，看看赛龙舟，就是这意思。对，而且武汉还有一个特点，谈一谈，是咱们国家呀湖泊最多的城市。武汉湖最多，最多最有名哪个湖啊？哪个？阳澄湖。哎，知道吧？阳澄湖出大闸蟹，我跟阳澄湖的大闸蟹一顶盖肥，里面一出来的螃蟹倍儿精神，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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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像不像？像不像阳澄湖大闸蟹？我看你像臭水沟里的大甲鱼。别起哄了，这是鼓什么掌？怎么说话的这是？阳澄湖在武汉吗？啊，江苏。对，对，在江苏。对，江苏也好。好吗？江苏也好。嗯，你们过年旅游上江苏也成。我们一家子。哎呦，江苏有一特点呢。谈一谈。出美女。又出美女。江苏的姑娘长得，漂亮着呢。嗯，漂亮着呢。也漂亮，漂亮。而且你们来趟苏州。我们来趟苏州。苏州，中国四大名园有俩都在苏州啊。哎，你跟我说说哪两大？拙政园啊，留园。对，这都是风景秀丽，漂亮着呢。嗯，而且苏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爱情故事。是吗？大伙儿都熟悉。嗯，什么呢？断桥，知道吗？这个断桥在苏州的出这个故事呢。你先等会儿，你先什么？你先等会儿，哪个故事？断桥，啥你都不知道？谁不知道啊？啊，断桥在苏州吗？断桥在杭州，弟弟，在杭州，都到浙江省了。对，老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倒有这么一句。哎，而且浙江也得去，也得去，也得去。哦，浙江有一特点，是是是，美女。你看他去过，这浙江的姑娘长得呀。漂亮着呢。行了，你到那儿什么也不干，你就天天看姑娘，你。而且那故事也好啊。什么故事？爱情故事不是出在杭州吗？你接着说故事。断桥，哎，是吧？什么这也叫《白蛇传》？对，《白蛇传》。小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叫《新白娘子传奇》，在座的朋友都看，特别好看。对对对，这个电视连续剧的里边插曲也特别的好听。是吗？我给大伙唱啥？啊，清晨山下白素贞。别唱了，你现在已经现原形了，别唱了。
这跑题儿了。哪儿跑题了？您告诉我，我过年去哪儿旅游？瞧你这人，你瞧你这人啊，你这不听重点。哪有重？我这歌里就告诉你了。去哪儿？我这歌里面有个特别好的景点啊。哪儿啊？青城山呢？青城山下白族镇，杭州青城山，你知道吗？青城山在杭州吗？青城山在四川。在哪儿？四川。你看，四川。哎呀，行了，四川话都会说。当然了。哎呦，冲你会说四川话啊、嗯！你们过年一家子来上四川？我没有上四川。哎，你四川有一特点，知道吗？我晓得。有什么特点？美女特别多。你怎么知道的？你给我龟儿子说了三遍了。啊，你这人，你看这人，四川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哪个？乐山大佛，特别好，太棒了，各位。哎，你就站在乐山大佛脚下，你就看这个乐山大佛，三个字可以形容啊？哪三个字？老大了。哎呀，这真有文化，没有文化。我的天，您这个词汇太匮乏了。看见乐山大佛，老大了。你说个真雄伟，我都算你有本事，就说这意思啊、嗯！而且到了四川呢，哎，捎带脚还得去一趟重庆。对，重庆火锅最好吃。对呀、啊，我就爱吃火锅。哎，你爱吃火锅？嗯，我给大伙儿推荐一地儿啊。啊，前一段时间我去了，那个那、哎、太正宗了。神的什么店？叫什么名？这个店叫什么？叫重庆老灶印度火锅，知道吧？就这家店呢，肯定不正宗。重庆老灶印度火锅，它有原因呐。啊，它这个店呢是个印度人开的。我的天哪，太跨行业了。而且我不瞒您说啊，这饭店有特点。什么特点？你一进去，你听他说话就感觉特别亲切。是吗？哎呀，先生来了，欢迎光临呐，吃点啥呀？这还怎么还有唐山味儿啊？服务员是个唐山的。我的天，这店太乱了。我这个店呢非常有特色呀。有什么特色呀？就是吃我们这个火锅啊，嗯，不给筷子，拿手抓呀。你都抓去吧，跟手抓饼一样啊。别抓了，谁抓谁不挨烫啊，这玩意儿这火锅吃不了。你看这家店来不了、嗯、还有别的店呢。还有什么？重庆火锅种类多了，谈一谈。你就那锅来说吧、嗯、有这鸳鸯锅，鸳鸯的，有这个九宫格，有最有名的什么呀、嗯、过桥火锅，是吧？你看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现在啥你都不知道。谁没见过世面？我得问问，什么火锅还过桥？没文化，你就是、嗯、没文化。这还有一故事呢，这里头、嗯、我给你讲讲啊。就是过去呢有一个秀才，这个秀才呢特别爱学习，每天呢都在这个湖的中心呢看书学习、哦、知道吧？但是他爱人呢非常闲活，每天给他去送饭去。每天送饭的时候呢必须路过一个小桥、哦、赶巧这秀才最爱吃的是什么呢？什么？就是火锅。他媳妇每天端着热气腾腾的火锅呀，哎，过这个桥给他送这火锅去、哎、边送还边说呢：老公啊，快点啊，我受不了了，烫死我了。烫死你就拉倒吧。这故事说的是过桥火锅吗？什么呀？这故事说的是米线，过桥米线。你说过桥火锅，火锅乐意吗？过桥米线，米线云南的小吃。哪儿的？云南。哎呀吓我一跳。哎呀，你要不说我差点忘了。嗯，去云南呢？又上云南。云南好啊，少数民族。对，是不是风景秀丽，山美水美，人更美啊？是。云南有一个地儿特别漂亮，旅游景点。旅游景，风景秀丽啊。哪儿？张家界，知道吧？张家界在云南吗？在哪儿？湖南，湖南的张家界。对，湖南，哎呀，我这知识都学杂了，我这知识。我的天，你都搅一块儿了，你都。湖南也好啊，湖南也好，湖南哪儿？湖南小吃也多呀，也多。臭豆腐好吃不好吃？好吃。就你这饭量、嗯，我不是说一顿600多块、嗯、玩一样。我什么出息？我一顿吃600多块？哎，而且这个长沙还得什么呀？嗯、花鼓戏呀，花鼓戏。湖南花鼓戏，对，也得听听。哎，而且我跟大伙说呀、嗯，湖南有一个最雄伟壮观的景点，哪儿？人生必须得去一次。哦，哪儿？知道吗？嗯，湖南亚洲第一大瀑布。嗯。哪儿啊？黄果树大瀑布。去，你上那边溜达去。去，你上那边待着。干嘛呀？我的天哪！黄果树瀑布在湖南吗？在哪儿？贵州。哎呀，贵州。哎呀，急了。贵州，
贵州不但有瀑布，是不是还有山？对，我最爱爬山了。你最爱干什么？爬山。我跟你说，那太好了，健康合适了啊。贵州的名山太多了，你看完这个黄果树瀑布旁边就一名山。什么山？庐山。哎呀，知道吧？古诗说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别背诗了，别背诗了，别背诗了。你后边已经生紫烟了，你发现了吗？你啊，你才冒烟的，你生紫烟了，你已经。庐山的江西，江西，庐山的江西，江西。对了，江西最有名不是佘山吗？佘山的上海，上海不是黄山吗？黄山的安徽，安徽不是天门山吗？天门山在张家界。又回湖南了，又回湖南了。我爬个山怎么这么费劲呢？可乱死我了，怎么这么乱呢？太乱了。我跟你说啊，你要说你喜欢爬山，有一个山又省事又方便，你连门里都不用出。什么山？唐山呢？还是回家呀。谢谢，谢谢大家。好，掌声谢谢两位相声新人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哎，不过听了他们相声，我觉得有点遗憾。怎么呢？他们都已经来了湖南了，居然没有去看一下洞庭湖，遗憾遗憾。是，作为您的邻居，我特别能了解你此刻的心情。洞庭湖那可是长江中游仅有的两个通江湖泊之一，孕育了千年的湖湘文化。说唱湖南就不能不唱咱这洞庭，我说的没错吧？没错。不过没有关系啊，接下来我们会请到五位优秀的美声歌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们用歌声来为大家描绘一下洞庭湖的湖光山色。掌声感谢梅生武冲唱用歌声带领我们畅游湖湘洞庭。如今啊，在包括鄱阳湖、洞庭湖在内的长江流域各湖泊湿地，
各种鸟类、鱼类、野生珍稀动物得到了越来越好的保护。长江之美，美的是生机勃勃。没错，那就像如今啊，人们提到我们重庆的长江三峡，谈论的最多的已经不是风光有多秀美、大坝有多雄伟，而是三峡库区对水土生态的呵护。这里已经成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苗苗，你看，美丽三峡不仅仅上演着历史传奇，铺展开壮美的画卷，它更树立起了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标杆。接下来就让我们前往位于巴东三峡的狮城奉节，一同饱览诗词文化实景演出《归来三峡》吧。长江奔腾，春潮澎湃。大家好，我是邓男子。今天我们将一起溯江而上，细数沿岸的丰产与富饶。在这些物产当中啊，我挑几个给你们介绍一下。首先是丝绸。我小的时候就听我爷爷跟我说，浙江的丝绸非常有名，因为它质地柔软，色泽亮丽。而且我爷爷还曾经跟我讲过浣纱女西施的故事，这个故事一直都留在我的心里，它给丝绸增添了很多东方神韵。爷爷特别爱喝茶，尤其爱喝安徽的茶。他跟我说，安徽的六安瓜片闻名遐迩，而中国的茶叶运到欧洲之后呢，换了一个名字，叫做 tea。 Chinese tea is very good for health， 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请客喝茶才是最上乘的待客之道。我是湖南人，每次提到自己的家乡，我总是无比的自豪。湖南是鱼米之乡，袁隆平院士种植的超级杂交水稻满足了当年的粮食需求，同时也让香米闻名于世界。俗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但是在魔术师的世界里，一切都不是问题。仔细看，马上就让它变成真的稻米。油米下锅之后，还要注意火候。香喷喷的米饭！哎呀，饿了吧？吃白米饭都吃得这么香，但是我平时吃饭呢，至少得有一碟辣椒酱，而且一定是重庆的辣椒酱。重庆的辣椒酱吃完以后，浑身热辣辣的，充满了力量。如果你要问我用一种颜色来形容重庆人的个性的话，我觉得非常显然，那就是辣椒的红色。我们一起追本溯源，来到了长江的源头青海。在这片美丽富饶的高原上，动物们蓬勃生长，大自然给了我们无数的馈赠。一件羊毛衫在冬天再温暖不过了。而今天我们将用一卷毛线呼唤出它原本的样子。仔细看，
二一，青海山羊。谢谢谢谢来自湖南的魔术师邓男子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其实啊，咱们长江流域的物产实在是太丰富了，这要是变，那三天三夜也变不完呢。不仅是多啊，我觉得往往还有着非常厚重的这种传统文化。当我最近在主持一档文化赏析类节目诗书画的时候啊，就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那些跨越时空传承至今的优秀传统文化真的是具有穿越时代的那样一种永恒之美。是的，接下来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的戏曲曲艺艺术家和新秀们就将美美的粉墨登场，为您描绘一幅粉墨山水画卷。Thank you.
袖手牵家小，谁家女儿扮家妆，就得大花轿。春不才猛，袖手牵家小，谁家女儿扮家妆。谢谢来自六省的艺术家和曲院新秀们，听得好过瘾。刚才我在看《长江之歌》的快闪的时候，就被你们云南的长江第一湾震撼到了。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守护母亲河的志愿者，为保护长江水，为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鼓与呼。我也非常愿意加入。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前往云南的玉龙雪山脚下，在原生态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中，去感受那大自然的天地灵气和生命的蓬勃张力。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您收看到的是我们通过12省市卫视为您携手呈现的《长江之恋》长江流域12省市春节联欢晚会。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这3年来，从雪山脚下到东海之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已经成为所有长江儿女的共识。是啊，这清冽的长江水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最好证明，也正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生力军。奔腾不息的母亲河，从历史走到今天，从今天奔向未来，擘画出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坐标。转转转，中国进入新时代。
张，心里不停地盼盼盼，盼到小康新生活，梦里不停地望望望，望到未来新目标。日子天天呀变变变，芝麻开花呀节节高，生活天天呀天天天，幸福生活比长江，祝福新时代。当杜甫写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诗句的时候啊，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啊还真的只是汪洋大海。但是千百年过去了，长江口水天相接，烟波浩渺的美景啊却始终没有改变过。是的，而且我知道咱们上海崇明岛的东滩湿地保护区已经成为了迁徙鸟类的乐土，每年在这里驻足和过冬的候鸟都已经超过了百万只。生态长江以这样的方式汇入大海，真的是太好了。那接着下来呢，上海歌舞团的演员们将为大家带来舞蹈朱鹮，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人与自然生灵的和谐共生吧。Thank you.
谢上海歌舞团的精彩表演。翔哥，你看，我在长江流域工作和旅游的时候发现，移动支付之城、人工智能之城在长江流域啊是越来越多，可以说彻底改变了长江两岸百姓的生活方式。是的，而且像你们浙江的互联网，我们江苏的高端装备制造，还有安徽的人工智能，湖南的创新文化，还有贵州的大数据，各种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得特别快，这种高质量发展正是长江流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接下来有一群可爱的小伙伴要来给各位拜年了，他们就是来自优必选科技的最新智能机器人悟空。他们不仅要为大家展示中国新一代智能机器人的魅力，更是为大家请来了一对特别的嘉宾。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摇钟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扬起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已扬起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只要我们唱起中国，就会唱起长江，这就是母亲河在我们心中的重量。是的，今年十月我们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里我们十二省市的6亿多姐妹兄弟也要把最美好的祝愿送给我们的祖国。
什么的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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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过我是什么的，什么的路，什么的路。对脚下土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对祖国母亲的尊严感和荣誉感，是我们心有灵犀的情感默契和共同语言。无论我们来自哪里，无论我们去向何方，我们都对生育我们的这方土地怀有着最深沉的依恋之心。从唐古拉山到荆楚大地，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我们的心潮如江潮澎湃，脚下的根脉与血脉交融。此刻就让我们闭上双眼，让思绪回到童年，回到母亲的身边。这首依依不舍的恋曲是写给母亲的真挚诗篇，是写给母亲河的长江之恋。
是我们说给母亲河的心里话，更是对祖国的赞美诗。这是我们献给母亲的礼物，更是我们唱给未来的呼唤。我们赞美长江，因为它哺育了如诗如画的万里江山，繁衍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我们守护长江，因为它是民族永续发展的源泉所系，托举着千秋复兴的中国梦想。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我们把最虔诚的祝福送给长江，更要把最美丽的长江留给后人。感恩母亲河固护长江水，当我们描绘长江发展的美好蓝图时，我们正吹响迈入新时代的号角。让我们记住这声声入耳的话语吧，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接续奋斗，久久为功，开启万里长江的崭新航程。朋友们，长江之恋、长江流域十二省市春节联欢晚会就为您呈现到这里，再次恭祝大家新年快乐。